许，但是公主炮一架之后要撤退还是要吃到底，选择要吃到底，撤退一推二，最后讲到谁家 Red 被 Red 拿到了这个魔术改善，后续的话还好是这个 B 动一推三个皮卡人我的超人，他是拿到个 Double Kill， 而且紫瑞还在秀，还在输出，还能够输出，哇，这边的团战是一个一换三。但是补 P 是留不住的，看一下往前一串，先把这个冰这个塔给融化掉。但是塔拉的目标是这一个冰线，但塔拉被融化掉了，冰线太大，能够 AK 没有问题。时间16分25秒，这边直接 AK， 恭喜 BRO 双方战成1-1平手局面。哇，这是我的超人哎 ！Oh my god， 他没顶那一波，就还不好说，就真的还不好说。他没顶那波，我觉得 GG 了啦。也没有到 GG 啦，因为面团打不死光啊，也没死光啊，而且是地掉凯撒，就不好说而已。哇，皮卡人，我的超人哎、欸，好。